一分钟带你了解精彩剧情。这次战斗迟滞了日军的进攻，他们不得不重新调整长沙的兵力布局。宋义坤和佐藤见面，两个人互通了情况，说到小林多二的死，宋义坤深表遗憾，佐藤心情沉重地说，战争死人是在所难免的，但愿这场罪恶的战争能够早点结束。宋义坤拜托佐藤抓紧时间调查1644细菌部队的情况，务必要早日摧毁。佐藤说自己已经着手这项工作了，他要制定一个缜密的计划。青木为张子墨送来了委任书，新政府任命他为经济局局长。张子墨谢过青木，脸上却没有多高兴。青木问及他怎么了，张子墨面色沉重地说，自己能有今天全都是木斋军一手提携和栽培的，但是木斋军却看不到自己的进步。青木也受到感染，安慰张子墨，木斋军虽然已经殉职，他的死是帝国的损失，但是他的精神永存，激励他们为大日本帝国做更多事。干呀！国民武装干！干呀！行ってみろ！この根性の人が！天下大日本帝国を見放すというのなら、お前のことを引き飛ばしてやれ！迅速转移。是。这批细菌弹已经被我们截获了。我已经看到了报告。这次行动的结果，直接导致军部不得不延迟进攻时间，等待更多的部队集结。但是很遗憾，没能活捉小林多。战争在所难免，很遗憾他成为了军国主义的殉葬者，真希望战争能够早点结束。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全力摧毁1644部队的生产能力。明白，我已经在着手这个任务了，不过难度非常大，所以我们需要你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你可以随时联络我们，我们全力配合。拜托了，佐藤君。楚座，您一定要亲自去吗？目前长沙的形势非常严峻，通知周志涛，让他在长沙跟我会合。整个特别行动队都去吗？让他一个人前来。上海的特别行动队暂时由凤蝶负责，另外立即点过他们，让他们前往南京，根据周志涛所掌握的线索去阻止泄美人计划的实施。是。经过这次银行挤兑事件，木斋对你有信任感了吧？应该是吧。我跟木斋这么长时间，现在是他唯一稍微有松懈的时候。我想马上除掉木斋。看来我们是想到一块儿去了。那这样，刺杀木斋的人就交给我吧。我不想让你受到任何伤害了。我也不想你再受到任何伤害。况且，你一个人力量有限，如果失手，我们很难再找到下一次下手的机会。我只要求你把木斋调出来。那就更简单了，放心吧，我肯定能把木斋调出来。我把他调到九重山居酒屋，你觉得怎么样？可以啊，只要离开大和洋行就行。但是现在你要尽快安排人去熟悉那里的地形。放心吧，不过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说。不管木斋跟谁来，都一定会留下你的记录，我们必须处理掉这个漏洞。你想的真周全，放心吧，对我来说
这不是难题。 不行，现在杀木斋还是太过于危险。银行的挤兑风波之后，木斋对我很信任。挤兑风波事件，你处理得非常好，但并不表示木斋对你是100%的信任。只要他还有一丝的不信任，我们就不能贸然行事。即使我做的再怎么好，他也不可能100%信任。这一点我很清楚，但是此刻他比之前更信任。 戒备就容易松懈，加上他因的猝死，他很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好，说说你的计划。 这么晚了，是不是木斋那边有什么新的情况？不是木斋，是我们。什么意思？我们的上海还有新的活动？是的，杀木斋。杀木斋？我决定明天此杀木斋。明天上午，张子墨会设法把木斋约到九重山居酒屋，也就是这个位置。我们在这里动手，你们俩先了解一下周围的环境，具体的行动方案我等一下交代。好。 目下すべて順調です。取り付け騒ぎが落ち着き、以降問題はありません。さらにシェーメルン計画も全面的に成功を迎えるでしょう。うん。シェーメルン計画は戦況に影響する。油断は禁物だぞ。わかりました。 木斋先生，我是子墨。哦，是子墨君啊。我发现了一幅古画。什么？你找到了一幅画？对。这个人说，他手里的这幅画叫做《酌情图》。酌情图？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的确是酌情图，据他所说，他手里这幅是元代的摹本，但足以和宋代的摹本相媲美。我知道你喜欢中国文化，而且具有非常高的鉴赏能力，所以想请您鉴别一下。如果确实如他所说，我愿意把这幅画买来送给您。 多谢子墨君的好意。这样吧，请你把他和那幅图带到我办公室来。我在办公室等你们。木斋先生，他认为手里的东西可是奇货可居啊。尤其是知道您是日本人，就更加小心了。说什么也不愿意到洋行来。为了抓住这次机会，我想约他到咖啡厅或者是餐厅这样的轻松一点的地方见面。您觉得？ 好吧，好，那我现在就带他去九重山居酒屋等您，那儿距离洋行比较近。可以，好，那咱们一会儿见。不见不散。 张子墨有消息了。记者，你
一定不要伤到张子墨。什么话呀！我虽然不喜欢这小子，我也不会挑这时候冲他开枪啊。准备好了吗？好了。好，行动。那我呢？留下潘家。我也想去出把力呀。服从命令。 难道我这么像个看门的吗？ 君の心配は最もだ。だが君は朱和信党が読めるのか？読めません。ですが状況が状況です。よくお考えください。ジャン・ズモのやつ。以前は私も疑っていたが、それは我々の食癖というものだ。 奴を観察していて分かった。あの男は利用価値がある。しかも朱和信党の魅力に抗えん。その現代の模倣がどういうものか見てみたいものだ。あるいは林中主演の握る秘密を解く重要な手がかりかもしれん。 もし、どうしても行かれるというなら準備する時間をください。護衛隊を招集し、警備を固めます。あ、必要ない。銀行の近くにあるんだ。あまり騒ぎを大きくすると人目を引いてしまう。青木。はい。これらの整理を急いでくれ。早く使いたい。はい。では、何名か護衛をつけます。よし。手配は任せる。 敬你一杯。这块怀表是你父亲的，我记得你那天夜里在他身边发现的。好好活着吧。 秋叶，秋叶，秋叶。
手残害的所有中国人当面谢罪吗？军统分子想要的是我的命，没想到却让木斋先生受到了牵连。郑副行长，你不必自责，事出突然是谁都不想的。阁下的仇这个事儿啊，干得确实漂亮，真是大快人心啊！木斋这颗绊脚石总算是除掉了。机智果断，这个张子墨现在的判断是越来越准确了。啊，对不起，我用词不当，应该是说他跟林秋燕的配合越来越默契了。人家可是青梅竹马一块长大的，不用说话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是啊，虽然说我们拔掉了木斋这个眼中钉，接下来我们却要更加小心，让李云和张子墨在之后的事情上更加谨慎一点。还有，我们之后要注意的事情是，谁会来接任木斋这个职位？明白。总之，这事干得漂亮，真漂亮。木斋的继任者明天就会抵达上海，来的还真是够快。战事已经陷入僵局，他们急需要利用新美人计划改变现状，当然会迫不及待。你对这个继任者了解多少？他叫山本京南，毕业于帝国军事大学，3年前加入南满株式会社。山本京南洞察力极强，常常能够在看似天衣无缝的表象里找出破绽。又是一个不太好对付的对手，所以我们必须要更加的谨慎。明白。
木斎は奥人の為に死んだが、彼の魂は心に生き続けている。わかりました。木斎君の戦場で仕事ができることは光栄の至りだ。彼が常に我々ととても戦っていると感じるだろう。はい。木斎閣下の魂は我らと共に。 青木君，都走。嗯，谢美人计划の進展を教えてくれ。はい。这边请。这边。日本人那边对你有怀疑吗？暂时还没有，跟我们期望的一样。 他们认定军统的行动目标是我，但愿他们一直这样认为。你还有什么担心吗？是有些不放心。放心吧，我应付得了。我得离开上海一段时间了。去哪儿？南京。南京。 我们已经锁定几个木斋在南京的假超音传基地，上峰命令我们尽快行动，摧毁这个基地。一定要小心。我会的。倒是你，我真有点担心。你现在所处的环境实在是太危险了。我们不是早都已经习惯了吗？ 让我们早日重逢，干杯！哎，今天怎么没看到这儿的经理啊？是不是还想人家请客呀？当然不是啊。你不觉得咱们两个跟这个餐厅很有渊源吗？是啊。 知道为什么把你约在这儿吗？当然。试试看。因为我们两个又回到了从前，我们的之间没有了隔阂。为我们的将来。为早日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干杯。 是不是该催催你的组织给你的领导了？我会的。能跟你们在一起，真好。来，保重。你也是。これは木斎閣下が生前に残した秘密の図。 それから、ロウチントゥの壮大謀反です。この図とロウチントゥは共に南人の著名な考古学者であるリン・チー・シュエンから手に入れました。木斎将軍は？もういません。閣下、保管してください。秘密を解読できることを祈っています。
重点。唐二十三死了。什么？是死于仇人还是日本人？知道吗？应该不是日本人，能确定吗？确定。立刻分散撤离此地，明天早上火车站会合。好，走吧。姐，什么意思啊？你跟着我。我还是不太明白。唐二十三在这里住了些日子，我担心他的仇家难免会注意到这里。哦，我明白了，让胖子射火也先出去避一下，等过两天没有动静了再回来。是。虽然林家的事情过去这么久了，但是秋燕现在回去的话还是会很危险。军统为什么偏偏让林秋燕去呢？可能是考虑到他对南京比较熟悉吧。但秋燕现在还没见到他哥哥，我们要保证他安全回来。有效激征南京戏剧研究还在继续啊。对，上面已经针对这件事情开始行动。你们先按这休息，我去和南京站联络。我还是跟你一块儿去吧。如遇突发情况，打碎窗户上的两块玻璃，然后到鸡鸣寺山门外小路的500米附近等我。明白。秋燕姐，小心点。放心，我很快就回来。张副行长两天后就可以正式荣升为经济局的局长，恭喜。谢谢。让青木君特意为子墨的事儿大老远跑过来一趟，真是辛苦了。来，请坐。哎，这是新政府的大事，岂敢怠慢。张局长，请。请。能够得到上层领导的认可和提拔，子墨倍感荣幸，同时也受之有愧啊。子墨君青年才俊，在金融方面有一定建树，才干能力都是众所周知，得到嘉奖提升也是理所当然的，怎么会受之有愧呢？青木君有所不知啊，子墨能有今天的成绩，在外人看来完全是凭个人的能力和机遇，但是子墨其实非常明白，自从为新政府效力以来，子墨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木斋先生。如果没有他的提拔，子墨现在可能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银行小职员。只可惜他不能亲眼看见子墨受此殊荣，也不能跟子墨一起分享这份喜悦，子墨的心里实在有些过意不去啊。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木斋先生遇难是帝国的损失，让人无法不痛惜。不过还请子墨君一定要振作起来，先生人虽然不在了，但是精神还在，而且这种精神还会陪伴我们完成日后很多重要的工作。你说的没错，我们应该化悲痛为力量，子墨也不敢在悲伤中沉寂太久啊。对了，这么长时间凶手有眉目了吗？是谁干的？到底是什么人？我希望能尽快抓到，就地正法。子墨君请放心，经过这些天的调查取证，
基本可以断定是军统分子所为。军统分子，只不过他们隐藏得很深，一时之间无法将其抓获。不过我有信心，用不了多久就一定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的。那新政府跟帝国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措施？没错，帝国已经派人来接替木斋先生的职务，已经上任。好，不给军统分子任何喘息的机会。对了，那新上任这位是什么人？这次紧急调来的是帝国最优秀的人才，山本青男先生。他已经到任，我们已经全面的开展下面的工作。好，子墨随时听从山本青男先生的调遣。燕小姐吗？对不起，你认错人了。不会的，半年前我们就在北平六国饭店见过。白鲸入海，凤蝶翱翔。你好，林秋燕。何江涛。这是南京站给你们的落脚点，东区莫干路75号。谢谢。纸条上详细写明了414假钞印刷基地的位置。你们能肯定假钞印刷基地就只在这414位置吗？可以肯定。不需要随时都能联络到你们。夫子庙秦淮河边的金陵酒楼，如果是其他人来，暗号照旧。明白。亀田将軍暗殺に関する報告書です。木斎閣下は雀相撲に会う時に暗殺されたんだな。しかも現場は待ち合わせの場所だ。はい、その通りです。ではなぜ雀相撲逮捕しないんだ。ランズモーに問題はありません。もともと彼が軍刀の殺害目標でしたが、殺害が失敗し、ちょうど木斎閣下が現れたため、軍刀は目標を切り替えたのです。それにランズモーは任務についてから出色の働きで銀行の発展に大きく貢献しています。それだけでは嫌疑は晴れないな。ジョンズモンの履歴と資料をみんな持ってこい。はい。あ、そうだ。運動の下ではまだです。どうやら今回の運動の作戦は十分な準備があるようだな。まずはジョンズモンの資料を持ってきてくれ。はい。
图。好。南京站给我们锁定的这四个地方，都有可能是假钞渔船基地。这不是跟上海一个情况吗？在上海，我们就是无法确定基地位置，而迟迟无法下手；在南京，我们也确定不了。必须想办法确定。等一下，我跟志伟先分别去这四个地方看一看，你们两个留下待命。好。啊？我为什么让我和万柳留下来待命啊？哎，姐，你就让我跟着你一块去吧，说不定我还能帮你打探点什么，是不是？啊？哎，你别添乱了，行吗？没有添乱啊。那你来过南京吗？没有。还是的。为什么让志伟去，懂吗？不懂啊。人家志伟在南京执行过任务，对南京的情况比较熟悉。这事儿我都不知道，你跟着添什么乱啊？我没有添乱啊。志伟，我们走。走。姐，姐，姐，哎。はい。はい。わかりました。報告。入れ。今回の作戦に変更がある。ご指示をどうぞ。もともとの爆撃任務を受けた爆撃機によってフランを投下する作戦は水路での運搬となった。水路ですか？空路か水路、どちらにしても。偽札を無事に受け渡せば任務完了となる。わかりました。木斎将軍は玉砕された。上海にはまだ木村君が処理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とがある。ここ南京には来ないことになった。受け渡し任務の責任は私が負う。わかりました。5日後印刷したすべてのフランを車に積み、命令を待ち港に向かうぞ。はい。全資料がここにあるんだな。すべてあります。これらが我々の知る彼の情報です。どうやら東亜貯蓄銀行副当主になる前の城には何も参考価値はないな。上海復旦大学経済学の誘導生で、ドイツ留学市長候補。それ以外は何もわからん。これほど身元の知れぬ男がどうやって銀行幹部になった。しかしすでに近くに監視をつけてありますが、何も異常はありません。木斎閣下の暗殺当日も疑わしい者との接触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お前たちに分かるように運動と接触すると思うか。全てがうまく行き過ぎていると思う。奴に対する疑いが消えないのだ。事件のすべてが奴の計画通りになるとすると、
辻褄がぴったり合う。もし本当にそうであるなら、これからどう動けば。君は今取り掛かっている仕事を辞め、私の言う通りに動いてもらう。何なりと。近いうち上海において日中経済形成検討班を組織した日中経済の大物たちを上海に集めろ。閉鎖式の検討会を開催する。1週間だ。はい、すぐに準備します。しかしこのようにされる意図は何でしょう。今は言われたことをしなさい。いずれ分かる時が来る。はい。そうだ、検討会の受賞はいいか、人気は下げるんだ。はい。このことは機密事項だ。それからジャンズモにすぐ伝えてくれ。奴に会いたい。すぐに準備してきます。你都研究一个时辰了，你看出什么来没啊？哪有这么容易？要这么容易看出来，上海的不早就看出来了？哎，也是。你说这长官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上海的还没毁掉呢，就把我们一拨人调到南京来做同样的事情。你说来了也行啊，你倒是给我们一个准确的位置啊，是不是？小安子，我告诉你，不许妄议长官。长官叫我们来这里，自然有长官的道理。他能有什么道理啊？我看他是想一出是一出。胡说八道！不许妄议长官，这是纪律。哦。哎，你是不是知道长官的道理啊？当然知道了。那你说说看。添乱呢吧你。没有啊。那你什么意思啊？我没什么意思啊，我就是想长长见识。想长见识啊？好，我问你，这南京是什么地方？南京，南京就是南京呗。再说了，我还没有时间来得及去看呢。南京是汪伪政府的首都，这你总知道吧？这我当然知道了。好，如果我们捣毁了在南京的基地，对于敌人的震慑力一定比上海要大。
我想，这就是长官的道理吧。哎，瞎蒙的吧？我刚跟你说什么来着？你刚跟我说了很多呀，要一句一句我重复给你听吗？我再跟你说一遍，不许妄议长官，我现在就是你的长官，知道吗？哼，算你狠，自己慢慢看吧。好你个小丸子！哎哎哎！回来了，怎么样？跟上海情况差不多，我从外部看有把看清楚。刘燕呢？还没回来。这话问的，要是回来了，能不在这儿吗？也是，他给我急的。小丸子，邵政委是你的长官，是不是？算是吧。那我刚才说什么来着？你刚才说，好你个小丸子，就夸小丸子好呗。谢谢长官。回来了，哎，那边情况怎么样？坐。有没有发现什么新情况？你那边是什么情况？从外面很难观察到内部的情况，这么重要的地方，相信日本人很难露出什么破绽。这几个工厂和其他的并无什么差异。那怎么办呀？哎，要不我偷偷溜进去，一个一个排查，说不定就能找到那个地方。哎，这不错。要有你说的那么容易溜进去。我们跟这傻呆着干什么？我已经有办法了。真的？还是姐厉害？是工厂附近的排水沟提醒了我。排水沟？每个工厂都会有生产废水，而我去的那两处都是通过管道排到了厂外附近的水沟里，所以我们只要取得废水水样，通过对废水的化验，就可以准确地确定预抓基地的位置了。实在是高。哎，这个办法好呀！要是早有这个办法的话，那上海的基地早就被捣毁了。现在也不晚。也是啊。偽札の保管警備を強化するんだ。人員を増やしました。それに一部は商人に変更させました。分散させました。よし、もうあと四五日だろう。少しの油断も許されんぞ。はい。哎，我实在是看不出来这四瓶水有什么不一样。你是不是傻呀？我不傻呀，我逗你玩呢。哎，这是地址和联络暗号，你现在就去，让他们尽快对水样进行化验。Thank you.
走了。小心点。放心。这么晚了，你这要去哪儿啊？我想回家看看。我跟你一起去。这又不是去执行任务，你去干什么呀？哎，姐，你带我去呗。你想，一来我可以路上跟你说说话，二来呢，我想知道南京长什么样，是不是？不行，南京的情况不比上海。你们两个要万一出点什么情况……放心吧，我家离这不远，我只是去看看，又不是要有什么行动。再说了，这不才7点多吗？姐，那你带我去呗。走吧。嗯，好嘞。哎哎哎！这是我们从4个地方取出来的水样，希望你们尽快帮忙检查出来。真有你们的，这么简单的办法我们竟然想不到。有人想得到就行。放心吧，结果很快就出来。谢谢。冤枉！哎，那边有苹果。饼，小伙子，吃一个尝一尝，酥松香口，不好吃不要钱。陈叔，我回来了。二小姐，你可回来了。娘，我回来了。哎呦，想死你了。燕儿，你终于回来了。秋燕，你可回来了，让我看看。嗯，没瘦。老板，你可别骗我啊，这饼我可吃过，那我就先尝一尝。好嘞，回头再来买。好。姐，先ほど臨時医者の家付近で怪しい行動をしている男女一組を発見。奴らは何をしてた？邸宅に近づいていって正門を見ており、他には何もなく、しかし身のこなしからして一般人ではありません。見に来ただけ。臨時医者一家はもうとっくにいないはずだぞ。まさか林智炫の娘か？可能性はあります。もし奴であるなら、単純に家を見に来るだけでは済まないぞ。必ずや何か任務を追っているはず。まさか我々が目標か？すぐにリンジャー付近の監視の目を増やすんだ。はい。それから
基地の警戒も強めろ。少しの油断も許されん。はい。真是太险了。是我太大意了，不该在这个时候回去。这事儿啊，不怪你。谁会想到日本人在你们家门口还设置引线呢？是啊，都这么多年了，他们为什么还会在我们家附近布置引线？哎，刚才多亏你了啊！要不是你及时出现，我们不可能那么快脱险的。看来你心里还是有秋燕姐的哟。别捡这些没用的事儿。哦，对，别说这个，我问你。你在秋燕家门口发什么呆呀？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我走过那条街，就感觉以前好像去过。经过秋燕姐家的宅院，我也觉得特别的熟悉。你确定你没来过南京？我确定啊。会不会是你忘记了？不可能，我脑子好使着呢。我确定我是第一次来南京。我们家的宅院里一定有问题。对，我也同意这点。而且对日本人来说，你们家还是个很重要的地方。要不要我们去？你说呢？还说什么呀？什么时候行动？等把咱们的战事办完吧。菜来喽！刚才您的菜，小菜用。你要的结果。想出这种办法来确定印刷基地的准确位置，郭某人实在佩服。我们之前在上海也是一直被困扰，这次在南京，纯属灵机一动。你谦虚了。什么时候行动？事不宜迟，不想明天。好，我们南京站所有的行动人员都来配合你们这次行动。谢谢。報告します。入れ。頭毛君。先生，这位就是经济局局长、东亚储备银行副行长张子墨。子墨君，这位就是山本先生。子墨君，久仰大名，今日一见，果然是一表人才。多谢您的夸奖。请。请。坐。谢谢，秦穆君，你先去忙吧，有事我再叫你。嗨，子墨君，失陪。子墨君，听说你是南京人。是。山本先生对南京熟悉吗？南京还没去过。不过听说那里的人朴实憨厚。中国有个文人说过，南都风尚最为淳厚。真没想到山本先生对中国文化如此了解。中国是一个美丽又神秘的国度，知道的人都想了解它。当然
我也不例外。那山本先生，有机会一定要到南京去玩一玩。好，一定请你当我的向导。好，随时欢迎山本先生的大驾光临。对了，我刚才和子墨君握手的时候，发现你的手厚重有力，不像是一个只拿笔杆的文人，倒像是一个拿过枪的、上过战场的军人。山本先生，您真是抬举我了。子墨自小体弱多病，而且家父喜欢习武，为了锻炼身体，就经常跟家父练练。这接触棍棒久了，手力自然要比一般男孩大一些。原来如此，没想到你还是文武双全。您见笑了，见笑了。子墨君，这么优秀的人才，乃是我帝国的栋梁之才。木斋先生果然没看错你。子墨能有今天，也都是木斋先生的栽培。他会用人，也会看人，这一点没几个人比得上的。他对经济也有独特的见解，你知道吗？我记得木斋先生特别喜欢中国老子的一句古话，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就是做菜不能太淡，也不能太咸，佐料要适中。治国也是一样，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松懈怠慢，只有适中才能把事情办好。经济既是如此，不能急于求成。没错，果然是木斋先生器重的人，对他十分的了解。说到经济，这次我请子墨君来，主要是邀请你参加上级组织的一个日中经济形势研讨班。你是上海经济的高层，又是留学的人才，你代表上海出席这个会议是不二人选。怎么，还有疑虑吗？啊，没有。能够参加这么重要的会议，怎么感到非常荣幸。除了你，全国各地的经济高层也都会来参加。为了你的安全，这个会议是封闭，对外是保密的。在这为期一周的会议间，你不能随便走动，你所有的事情让你的助理去全权处理。好。喝茶。我敢肯定，山本要见张子墨，绝对不是为了了解工作。他是在排查嫌疑。对。根据佐藤秀忠的情报，山本青男是个极其阴险狡诈，而且洞察力极强、难对付的角色。刚解决了木斋，就又来了山本。有利有弊。木斋了解我们，我们对木斋也熟悉。山本呢，对于我们陌生，我们对他也陌生，就看谁先掌握对方的行动。马上联系李云，让他了解一下本次谈话的内容。是。させ、周囲を観察させろ。ここ数日は特に気をつけ、油断はしないようにな。はい。
吃饼，上次都撒在地上了，今天不给你。这是特意给我买的吗？是啊。姐，你对我真好。嗯。血液化验结果出来了吗？当然出来了。为什么？你看你今天心情这么好，还给小丸子特意买了太师饼，一定是出结果了。南京九十年文章，真没想到啊！就凭那四小瓶下水沟的水，就能把那地方找到。青燕，你这灵机一动，可真是解决大问题了。去过这个地方了，厂房的四周都是伪装成老百姓的特工，而且就在我刚刚离开的时候，又突然增派了很多人手。他们这是要行动吗？是的，应该是又一批假钞要运出。周围布置的这么严密，想要强人进去很难。我们等他们出来。等他们出来。我们在基地不远的地方袭击他们的运钞车，日军最快的增援一定来自基地。我们就在基地的日军前来增援时，趁机潜入基地。我觉得你的计划很有逻辑，但凭咱们现在的人手，可完成不了这么大的动作。南京站的所有行动人员都会配合我们这次行动。